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哎哎，你们这什么？哎，这刚这什么情况？网易云啊，这个不要啊。我们看看，忍者必须，我们已经跑到修罗组。你看小文都吓尿了。你看，我们跑了一千万分，我操！啊，纯这个排行榜第九名，修罗组。你都上前九前十名啊，全服前十啊。他不是全服，也是一个组好了，看一下修罗组，最牛逼是无双，我们还离他有点距离。啊，我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这个练，看满级，看没有，十级满级，我昨天刚升的，我操，满级，这个加成二。阿春单身21年的手速不是吹的啊，不是吹的。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手速，我们先把能看这边每天可以来啊，这边一个武器包我可以抽一次来，哎。那、啊、来拿银钥匙开一下宝箱，看能开出什么鬼来，啊、什么鬼？啊、这王大锤之锤，看没有？王大锤之锤，专敲小人之头。啊，我要在这里提前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边刚刚到，今天刚刚到学校，别说话，别打断我啊！我们刚到学校，这边的网速比较渣，今天搞了搞直播，发现太卡了、哎、啊！这个电脑呢没有带充电线，哎，所以说我们电脑也智商啊问题啊，这不是智商问题啊，这脑子不好使，哎，我老年痴呆了啊！希望大家凑钱给阿春买个脑白金什么的 啊，脑黑金，黄金搭档啊、哎！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赶紧造，赶紧造、哎，吃了个没肉饭团，顿间感觉自己萌萌哒，那就开始跑了。我们首先上场的是这个小黑啊，小黑哟，不孬啊，小黑哇，这个小黑可牛逼了啊，89级，我只要再给他升一级，他就获得一个新技能，叫什么呢？阿春的大鸡巴，能正你正经点，这边可是上我的1万多粉丝都要看，全亚洲，哎、全亚洲观众啊、哎，全亚洲观众都在看你们啊、哦，上来把大招碰了，看我把大招碰了，这其实不好的，大招不应该，哎，不应该这么早就放啊，这么放的话、哎、到后面打不过去了啊。阿春太溜了，好了，我你上去死了，这死不了，我这技能冷却没看，我还没用这个游戏，你耍赖，你这不是手速，这不是手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什么叫手速了，我一会儿把这技能一概不放，我给你看。纯手速，好，现在速度只是一级，真是 啊，分分钟。现在秀不起来啊，秀不起来。哎，一会儿，哇靠，这你看没有？这竹子现在加速了，看没有？顺便加速了，哎呀，满屏的竹子。不过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洒洒水，是吧？哎哎，耶！刚才那个是小文给我碰的啊，我听到了阿春菊花的一声惨叫。啊、刚才小文给我碰的，大家不要介意。阿春原来就20秒男啊！哎、召唤队友109级的夜刃，哇操，上来先飞一段。妹子，哇，这不是妹子，这是白发，这是最牛逼的一个角色，五星角色，我操，这个角色你放。技能都有特殊的加成，就是额外增加好几秒。哇、哦，你看这直接放飞龙，进入飞龙以后就无敌了，就是哎撞，看没有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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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哎，看这个游戏，想玩的可以快来玩，叫《忍者必须死》啊，不错，哎，不错，非常不错，比天天酷跑好玩多的。对，天天酷跑不充钱玩不下去，但这个不充钱呢，哎也玩不下去啊。我们不是建议大家充钱，但是这个充钱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充太多啊。看我现在两个室友在围观我，看我一个好了，哎放大，哎呀，好，哎行，这个是大招，不是我放，看没有？他自己吃的。对啊，这就不赖我。对，阿春秀手速是从来不用大招的，纯跑。哎，又一个大招，哎，风雷珠吃了加速，哇，屌的飞起，看吧，屌的飞起，飞起来了，啊、飞起来了。操，这人真变态、啊这个。这个角色花钱买的话啊，不是，就是这个角色升级需要花够玉，升一级花6块钱。他现在是100多级，你想想，哇，你这是你升级、啊？我这召唤队友死了可以召唤队友，我这队友很土豪。好了，是时候放大招，因为这一关我确实过不去啊，比较难。好，一个大招。棒什么龙什么飞翔啊？是不是大风起兮龙飞翔？不是叫什么什么柚柚子的柚什么柚什么什么镰刀啊？镰刀柚子。过来，我徐老师最近电脑怎么样了？好，我们在这里还要说一下这个视频的问题啊。我们的这个电脑视频大概是在明后天啊，明估计没这么早啊。哎，反正估计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给大家见面啊。我们的这个充电器没有带，所以说视频暂时做不了。我现在看女生差不多都一样啊。小文在谈论我们班的女生。看小文最近啊，小文最近又有点冲动。我作为一个单身狗，我有啥机会啊？你徐老师这么漂亮，然后班长，我看没有我们的小文竟然打老师的主意，不像话，打老师的主意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忍能忍吗忍？无意之间透露出了我的一个癖好，哎，忍不了，我靠，打老师，好，这个时候又一个大招，师生恋也是一种美。哎呀，老师喜欢小文很久了。哎，老师每次都单独给小文辅导，哎，单独到一个办公室里把门锁上，来，小文，我给你辅导、这个、辅导。这个阿春、哎，这个理想总是丰满的，啊、现实总是骨感的、哎、啊！我操你大爷！你看，小文刚才又故意给我摁了一下屏幕，这个、不赖我。你不要来，啊、不要老让我。我们现在速度已经很快了，大家快哇！阿春小文，你干嘛？阿春的这个手速真的不是盖的 啊！又召唤了一个队友吗？啊，这是我新队友，我知道为什么充电器的事。哎呦我去你那！我们充电器，我手机有个毛病，只要充电的时候屏幕就不灵了。我操！这个满屏必须开大招，不然过不去。你看，
清屏啊，直接清屏啊，这个龙看没有？我操，啊，这个游戏还是挺屌的，哇，这个金币是吃的，真不错，这个游戏画面真不错，是吧？哎，小文来评价一下，啊，小文作为一个这个见识过一。上万款的游戏的这个，我靠！你看这个炸弹都吓唬你的，你看。对，小文这个、哎、怎么样？我操！说好吓唬我。又是我碰了你。哎，那小文，对，小文，你看自己都承认了。都是我碰了。哎，好，没事，我们虽然。我刚想说，其实我并没有见过上万部游戏，但是上万部电影我是见过。啊，对，专攻日本，哇、哦，这，我、哦、操，吓死你了！这一波手速是，哇，看这个就很难了，看没有？这一波手速，啊，这个后面就见，你看这一关特别难，大家看了啊，大家看啊，一会儿满天的蝙蝠，我操，这个一定要仔细看啊，仔细看。我操！哎，我的齐天大圣会飞，没想到吧？啊，就这么溜！我操！这么溜、哦，不行了！没有，我们现在要召唤最后一个队友了。啊，我们一次只能召唤四个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时候叫妹子了，终于来妹子了，来妹子，我们要保护妹子，所以说我们底下技能就开始放了啊！看大家看，现在阿春已经开始抖腿了，哎呀！看啊，这哎，动次大。阿春只要一听妹子这样，哎，声音没开是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没开声音，怪不得这么不带劲呢。啊，开声音，我们让这个妹子多活一点吧。所以说底下的技能，我准备挨个放啊。首先放自带技能，啊，都给。啊，不是，吃啥药？吃。啊，好，我们这个吃了一个卷轴就是多一条命啊。哇，你们要跟徐老师打台球？随意，我无所谓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哇，又是这个地方，必须要放大招。这个地方真挺难，你看没有？哎，上有刀山，下有火海，不对，下有刀山，上有炸弹，确实挺难。你看这一个特别难。好啊，这个才恶心呢，我靠！马上就要到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变态了。你看，如果这个地方不开挂啊，不是不开挂，不开这个哎，不开哦，巨大啊，还好，来放一个大招啊，飞起，屌的飞起，好哇啊，这个冲过去以后，这个妹子也是啊，铁头功，看啊，所有都是上。好，这个时候再连上他自带的这个大招，啊，这个让他连起来了。哎，我发现这妹子还穿着丝袜，你看到吗？哇，你看小文的观察力，小文观察力就是仔细。你看，我还看到这个小师妹穿着什么颜色内裤啊？扯犊子啊！我操，小文你干什么？我就跟你干什么？都怪我！你信不把你？今天你信不打死你？哎，小文。疼不疼？哦，疼不疼？哦，好，我们已经教训完小文了，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责备他了啊。小文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手贱而已。啊，是就手贱吗？啊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谁他妈手贱？大家看到我今天跑了一个473分，你看要不是小文给我打扰，我就跑4730，我直接破世界纪录啊！哎，现在全服纪录应该是5000万啊，我们还是有一些距离的，还是有一些距离了。不过我们需要继续。合着你们给我装逼第九名，人家跑1000万，不是他们才。不，我1000万是在修罗组排第九名，然后无双组的话，你这个是倒数，但是无双组第一名。但啊，这里面爆分，但人家最高40000万，你他妈就他妈连万都不到，你怎么？里边最高有人爆分5888，后面全是八，就5800多万那个全是八。他那是爆分，无限刷技能。嗯，不是，不知道还有个 bug， 我现在没学会。哎，这个游戏有 bug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视频就。做到这里了，好，感谢小文参与我们的搞机，这个，大家相信我，大家我真的没有搞怪，阿春自己的手速问题，啊，好，这样，好，那么我们什么咋打脸，好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这个小文搞机，谢谢观众，好，谢谢观众，好，这个怎么停止录像？这个怎么停止录像？你他妈是不是放假把脑子放晕了？别急，你别急啊。点上这个就。